进。两点要呼应，笔断一连。这笔要短小，横着勾，顿一下，向左下方斜的，口往上面靠，口不要写太大，要写的是小一点，上宽下窄，撇，横画在撇的中间偏下，起笔要短，这个撇在横画中间偏左，捺笔起笔要靠上，向右下方伸展，要长一点，对宽窄形成对比，要高低要错位，这个要小，下面这样大一点，贝字旁不要写太宽，窄一点，横画要短小，这个横向左探出去一点，点，这样高低要错位，间距基本相等。横折有粗到细，向左下方斜行笔，横画要往上面靠，这个竖画要垂直，两边的竖往中间斜，中间竖要垂直，下面的日不要写太宽，对准这个竖的下方，横折对准右边的竖的下方，这两个高低要有错位变化，横笔等距，下面的空间稍微大点，也就是上左撇短一点，竖画向右下方斜行笔，横折横细竖粗，横短一点，这个要上宽下窄，注意这个竖的话写的像一个点一样，起笔尖，横折勾，横不要写的太粗，顿一下，然后向下再停顿一下，勾上去，不要写太高，竖画在中间，用悬针竖、垂楼手都可以，要写的直一点，不要写的歪斜，横笔等距，这时候横要细竖，追先写竖画，竖画用垂楼手要垂直，横折不要写太宽，注意间距基本相等，这里面部分要写的窄一点，点横折折撇提按，在点的正下方开始转折，捺笔放起笔下右下方斜行笔，
摇起来，这个托住上方，这个空间要留出来。